已经看到我们这次要拍摄的鱼了，真的太在水里太低调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异鲢哦，还有溪鳅，具体什么溪鳅得能踩到那个样本拿起来看才真的知道。还有许多在石块上追逐的那个什么荒唇鱼哦，还看到了无斑南鳅哦，还有横纹南鳅，我看一下还说啊，还有长鳍鬣，哦，这种是普通的异鲢，哦，看那个几条游过去，应该是，我看它身上的斑点应该是那个拟蜥蜴，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捞到，能捞到的话就可以验证一下。哇，还有一些讨厌的罗非，现在罗非真的是到处都有。我们要拍摄的塘鱼在那里，现在就下去看一下能不能拍到。